奥特曼上一配音搞笑名场面，笑哭的朋友来评论区打我呀。第一，我是沙弗林。宇宙超人。目を開け。私はジョーキー。睁开眼睛，我是沙弗林。睁开眼睛，我是沙弗林。第二，消灭奥特曼的计划。ウルトラ抹殺計画とは何だ？ウルトラ抹殺計画とはゾフィン。什么是超级杀戮计划？超级杀戮计划就是要除掉佐菲。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佐菲定的。是佐菲定的。第三，谢谢你，泰罗。谢谢泰罗。第四，赛文还在追我。赛文还在追我，他妈的！第五，把阿斯特拉杀了吧。Ultra の兄弟たち、裏切り者アストラを倒して。超人飞虎是叛徒来的，我们要尽快打败他。哥哥们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把叛徒阿斯特拉杀了吧。第六，该死的巴巴尔星人。そう、巴巴鲁星人め。这个该死的巴巴鲁星人。巴本儿，你这个狗杂种。第七，你这个杂种。船が空を飛ぶわけがあるか。やっぱりこの船は空を飛んだぞ。なんだとこの野郎。この船を揺り船にして騎士をする気か。黙ってればいい気になりやがって。この野郎。何するんだ。この野郎。こいつ。船怎么会飞呢？啊？这船确实飞过。嗯，你这个杂种，嘿、哎！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哦。